好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，因为还有美味的奖品。那刚才大家呢又动了眼睛看节目，又动了耳朵听节目，下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动一动脑筋。那我要请主持人呢帮我准备发一下奖品。那我们这里正好有左边和右边，所以呢我们也增加一些挑战性。所以我这个谜语呢，看看是左边的回答的多还是右边的回答的多。那这些谜语呢是从简单往复杂逐渐增加挑战的。那刚开始的很简单，那第一个谜语叫明天早上见，猜一个两个字的地名。约旦。第二个是一面是英文，叫 reschedule。它的谜语是两个字的圣经书名。我听见了。对啊。好棒。第三个谜语呢是特意为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准备的。它的谜面呢是爱人如己，谜底呢要猜三个字的俗语，有一定的挑战性。三个字的俗语，就是平时我们经常说的，比如说，你知道吗？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俗语。我听见有一个 keyword。可以再换一次吗？问题谜面是爱人如己。你吃了吗？和吃的没有关系。我提示是三个字，让我提示第一个字是夫。两个横跟人那个夫。我就再提供第二个字的了。三个字提供了两个字，妻。夫妻相。四个字了，夫妻大。这个我今天就在先听，认识了夫妻相，好棒。爱人如己，就是爱人像自己一样。叫死去活来，谜底打八个字的我们基督教常用八个字，死去谜面是死去活来。我提示第一个就是不。若有人要跟随我们，当心不要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不，然后总共是八个字的我们常用的一句话，就是前面四个字，后面四个字，实际上是两个四个字。那我再告诉第二个字。好棒。下一个呢，谜面是一个英文的谜面。那大家都很多人都用过信用卡，那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名词叫 grace period。 那谜底是打三个字的圣经书名。有没有听见立位记？立是上位记录。下一个，里面是投笔从戎，打两个字的一个职位的名称，投笔从戎。投笔从戎就是，不当学生了，当军人去了，投笔从戎。
两个字的一个职位的名称。牧师，牧师，技师，技师，其实百分之五十为祭司，祭师，为是改成了当师啊，当出师的那个师，师就是军队，就是参与从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最后一个谜语呢，就是我们的这画面，然后呢，打两个字的书名。加科，雅科，雅科，我现在都听见了。雅科，雅科，行，恭喜爸爸。雅科，啊，他们三位都姓雅。我今天大队，好，这个小米，好，那好像这件这个篮球好像比较厉害，OK，好，那非常谢谢大家参与，好。